飘着一身。今夜我要留宿，你去准备吧。太医们千叮万嘱让你好好休养，若是我今夜让殿下留宿了，怕是明日要被皇后娘娘叫去申斥了。你放心吧，母后不会怪你。那好吧。阿金，传话下去，殿下今夜要留宿。是。站住。太子嫔，好好沐浴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亲手将它送给你，今生今世不许再退还给我。我不知道你对我真心几何，但我对你的真心从无半点虚假。我不指望你能用同等的心来回报，但我希望有朝一日你能与我坦诚相待。